缸子肉啊，。来，感受一下新疆的天空，真的是太美了。这个蓝色都是不一样的蓝色，太美了。今天我们一早就从乌鲁木齐开车来了伊宁，8个小时。不过沿路看了很多漂亮的风景，现在饿死了。来伊宁的第一顿饭，这个菜单上的菜真的是每一个都长在我的点上。还有奶茶，烤包子长这样，这个得吃，这个得吃，奶茶得喝，牛骨头得吃，烤包子得吃，包皮包子得吃，羊肉得吃，羊腰子得吃，刚刚肉也得吃。您这是搁这刷单来了？一共是356，就是没有薄皮包子。上菜啦！哇，来感受一下缸子肉啊，巨多肉的干煸炒面，这个叫大半斤拌面，这个是一把抓，所以是这样吗？有两个指头缝，这我可以抓两个。哎，这个肉可以啊，这皮儿还挺薄的，就只不过不是现烤出来的。你还别说，跟乌鲁木齐那个包子肉确实不太一样。牛骨头，这是小份儿啊，拌一下大半斤。他们这边的面都比较粗，感受一下啊，这个是新疆的小份儿啊。这牛骨头，哎，这块应该是大牛排吧？哇！快吃，巨香巨香。哇，好烂乎啊，那种就是很朴素原味的肉香。真不错，这也不知道是哪块骨头，巨大，真的巨大。哇，刚刚也下了那块骨头，那种包子，你就大拇哥一杵，那个肉就下来。好吃。嗨，大串，还搭配了蒜。还不错，就大块的肉。来了四个腰子，干煸炒面蒸起啊。太好吃了，烤羊肉串味的炒面。哇，这芝麻跟辣椒的混着大块的肉。都是这种大块肉。哇，看上面那层油花。哇，清汤羊肉的感觉。哎，腰子搞一串，来瓣蒜。这烤箱好吃。哇，加了所有的奶茶，太绝了太绝了，再来一块儿。绝绝绝绝绝。点点肉，一个巨大的骨髓。哇，太好吃了。哇，新疆太好吃了。这干煸炒面都吃了哈，都吃了哈。我要收盘了啊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。
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面条？它还加了麻辣花生一起炒的。这边有一个收盘的啊，来大块肉，这好像是羊蝎子吧。这个是配缸子肉吃，那个真瓷实，这玩意儿这不配着缸子肉的汤你还真咽不下去。还是说这玩意儿可以泡里头吃，我外地人啊，不要嘲笑我，我也喝。它可以吸收那个羊汤，哎，然后就会变得很柔软。哇，这肉渣子挑一挑，不要钱的皮牙子挑一挑，行，吃得非常干净，撤退啊。吃完晚饭溜溜神儿，闻到了烟火气的味道，新鲜的水果，各种奶制品，酸奶、卡瓦斯，各种形态的奶疙瘩，哎，又是烤馕，我喜欢的辣皮子馕，来上一个，哇，辣椒丝儿，那你看，这个辣椒丝儿多哎，哇，新疆的辣椒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就是我喜欢的那个雪莲辣椒丝，好像前面卖菜的都关了，然后剩这边卖熟食的了。看看各种新疆特产干果，哪块哪个的？哎呀，碎了！我的妈呀！甜。酸。酸酸哪个的？又酸，又干，又厚实，奶味特别足。哇、哦！哇，这回没多买，不太能消瘦。再来试一下长得跟烤包子形状一样的这个。也是一样的酸。现在是晚上9点啊，看看天儿，老年人得回去休息了，撑不住了。